所以刚84年那里看完之后，我们来看92这题，其实它也是一样概念，只是变成左右都包夹的。好，那这里比较稍微比较复杂，就是它这是 1.5 的 n 次方。好，其实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转成十的几次方。嗯，所以 1.5 我们先来转换看。1.5。对，好， 1.5、哦、对，你要注意到它其实是什么呢？它其实是好、哦、那个三分之三，对，二分之三。好，那这里3就是十的0.477，对，好，0.477。那2是0.301，好，所以这样子就变成十的0.176，对，是好，1.5就是0.176。好，那所以整个式子我们就可以换了，100就是十的平方，好，然后1.5就是十的0.176，然后这里再乘上 n， 对，那小于等于500是五乘十的二次方，五是0.699，对。好，那100是2的，对，再加上2。好，那现在下面都是10，所以 n 它的范围就会变成是2除上0.176。好，那这里就是对2.699除0.176。好，那2除上0.176，02除掉0.，好，这是11.3，好，然后这是2.699，好，11.3跟15.3，对，15.3多，好，这是11.3多，所以 n 如果它是一个正整数的话，那 n 它就会是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所以总共就有这四个，好，所以一样就是全部都把它以十为底。那 这题稍微再难一点，其实就是 1.5 你要会处理，1.5 你要把它看成是3除2、okay. 然后500就是那个5乘10的平方。